好，谢谢，可以了。下午耳返先摘一下，听不见完全的。Hello Hello， 啊，好休息一下吧。刚才带来了一个劲歌热舞。趁我现在头发还有没有很湿，你们赶紧拍照吧。
好，这边等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相信你们那个修图技术应该还不错吧，应该不用我担心。好了，这里这里，找个光好一点的地方。拍完了吧？什么什么？行行行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刚才你们那首歌应该有应援吧，在那个是吧，我看那个耳返都合上了，我知道你们嘴巴里面在呐喊。谢谢谢谢。我喝个水吧，喝个水我们就唱第二首好了。有全新的水吗？还这是合理的啊。那我们直接来第二首，我听不到你们说什么。稍等稍等，戴个耳返。你们直拍有准备好吧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老师，我们可以第二首歌了，谢谢。
休息一下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刚才上一个环节是拍照，这个环节你们想要什么？啊？打个招呼。今天感觉有很多梦露来到现场，听听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关于这个灯牌是新做的是吗？还是之前就有？啊，看到一个大旗，你们几点就在这里等着了呢？昨天吗？辛苦了辛苦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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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什么？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有想问一个什么问题来着？下一首歌你们知道是什么吧？那个舞台首秀，我们之前不是录，我之前录了一个那个版本。对，跳舞的那个地方的那个，可以喊一遍吗？三二一，好，来一遍，我想听听看，我现在没戴耳返的时候听听看了。三二一。听到了四重唱，很厉害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们觉得我休息够了吗？你们就是想拖时间讲话。行吧，那我们第三首歌吧，好吗？辛苦你们的嗓子了，谢谢。这个开场我在这，对吧？
这花给丢吗？可以丢还不可以丢啊？不可以是吗？不能丢是吧？可以吗？是可以丢的吗？算了，不丢不丢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那我先放着好了。好，还有这首歌，稍等，还没转。什么什么？啊，好好好，这水可以喝吗？啊啊！怎么就是一半的水？还在拍照吗？还拍啊？现在都湿得不行了还拍。三秒，就是三秒钟的机会啊，中间中间再来一张。这什么拍照环节，景点。今天挺感谢你们，就是来到这里，真的很感谢。不知道今天天气很热吗？嗯，这首歌你们会唱吗？写给你们的，是不是？我今天不会忘词了，真的。一会儿有合唱吗？一会儿全场大合唱那种，可以是吧？可以吧？好，可以，行。不可以，我听到一个不可以吗？吓我一跳，不可以的，把那个拉出去。鼻涕下，好了，老师，我们可以唱《隔空的拥抱》给你们，谢谢。去远方，一个人在流浪，这是我该有的成长。你很担心我会受伤，勇敢去闯荡，有梦想的地方，我回头望你们的模样，像冬天的阳光，在孤单日子里默默地陪我去等待黎明。而未来的情形也许还看不清，但有你让我始终坚定。谢谢你隔空给我的拥抱，即使我心里话都听得到，当某一刻想要逃，想起你就好。谢谢你给我安心的依靠，即使我想保护你每一秒，你给的好对我多么重要。
谢谢你们。在前方的路上，也许会有风浪，你们都会为我遮挡，都陪着我成长。在孤单日子里，默默地陪我去等待黎明。而未来的惊喜也许还看不清，但有你让我始终坚定。谢谢你隔空给我的拥抱，即使我心里话都听得到。当某一刻想要逃，想起你就好。谢谢你给我安心的依靠，其实我想保护你每一秒。你给的好对我多么重要。谢谢你隔空给我的拥抱，都听得到。当某一刻想要逃，想起你就好。谢谢你给我安心的依靠，其实我想保护你每一秒。你给的好对我多么重要。很谢谢你们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，谢谢，爱你们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把掌声送给